较平稳的，不像医院的，每次遇到的病人症状都不一样的。那所以也是我们也是在学习，就是吃到了喝到了学到了，那个人生的经验。没有了，我前一个看护说我很龟毛了，因为我希望哈，他我希望他给我妈妈用的餐具，因为老了嘛，87岁了，希望他给我就是说洗完那个餐具啊碗哈，希望用开水烫，用冷开水，反正就是可以吃的水。把它算一下了，不要是洗过的这个，因为我们这没地方可以烘，也没有地方可以晾，所以我希望他用过的餐具啊什么哈、喝的杯子哈、要用那个开水哈、给他让你各刷一下啦哈、这是我的想法了哈、还有抵抗力比较不好，对，我希望是这样做了。还有什么？哦，对对对，哦，因为原来在原来那个医院，我不要讲什么医院，那个医院呢，他们只有西医啦，所以比较，那我在那边有吃中药，那我会请他帮忙吃中药，那，反正。我的问题比较多了，那我想这里哈、这里本来就是中西医的医院、那他们会正式拿那个中药来，那现在还没有，因为我现在要下去跟那个中医师说我已经把妈妈带进来了、那他会再请看是要请哪一位中医师跟我们配合这样，所以从我等一下下去，我等一下就下去，那就他说了哪一个医生了以后，就会有人给我们开中药，哦，那我们就是要请你，不但是要喂西药，要喂中药，那西药的部分哈，他要吃啊，对对对，不吃你弄那么多。我拢用骗的呐哈、那就是对，那原来那个前面那个康复他说把他那个药是褐色的嘛哈、西药都是褐色的，加糖浆，颜色有点像巧克力，就这样骗他，骗他说这个是巧克力，就给他说他用这样的方法。成功了，喂了好几次，所以也许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了。那个果糖也是前一个看护他建议的啦，那我们多方面来试了，看怎么样让他吃了，因为毕竟你没有吃药，你住医院干什么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我会很情绪啦，我会说啊，你不吃药你就。我住这里也没有意义嘛，那所以我都会恐吓他，因为我们回去的话也很辛苦，真的很难照顾他，那个不便了，主要是我们住3楼又没有电梯，真的很辛苦，对对对，妈阿妈看他这样还是很沉呢，这个地方哈、有肉了，不饱了，哎，所以那个我们前一个医院的医师哈、是建议我们租平房或电梯啦，哦，那但是我们亲人哈、认为妈妈这么大年纪了，还是应该住在她熟悉的环境。那如果我亲人是这样哦的决定的话，好像我好像照着你很奇怪，这应该照着我自己。啊、你帮我拿着、你不要压到这里，压到这里会断掉，压到这里会断掉、你像我这样拿，你不要压到这个地方，看到没有？你压到那个地方它就会断了、那我本来是想说住
我本来是想说像医生的建议去租个平房或电梯的，但是我们亲人认为说年纪老他还是要住在一个熟悉的环境。那我的亲人因为我妈是独居老人，哎，真的很难看，所以他们认为说所以我们是轮流在照顾。对，我妈独居了。啊，那没有了，我们的兄弟他们有的还在上班，嗯，对，有的在国外，嗯，所以我们都是我妈妈是独居的，嗯，所以都要回来照顾。他们认为他们住在那个老古厝了，太方便了，也不想去住在住来的地方。那有人是建议，有人跟我说他们也有人是这种情形，但是就是要靠那个看护背了，他们有请那个外佣，请那个外佣背上背下也是三楼。哦，那个很累呢。对，那我前一个看护说看你24小时已经很辛苦了，对啊，还要增加给你背上背下，那我没办法，那这样我就没办法了，对，给你没办法。对，他就是这样跟我说。结果你知道吗？后来那个外劳，我那亲人的外劳说，后来他就逃跑了，所以他说的不是办法。在楼上真的是，你如果说生病了是什么样要下来？没有，我不是希望他只有生病的时候才下来了。那，哦，我本来希望是平常可以推他出来，对啊，那很不方便啊，走啦，我是这样想。后来那个又有人跟我介绍，用椅子像抬轿子一样把他抬下来。但是有人说这样抬也是有风险啊，每天这样抬，对啊，那个，对啊，也是有风险。还好我妈妈不是很重了，然后44公斤了，不是很重。哎呀，不管怎么样，我是希望她赶快可以站起来，可以走路。就是这样，谢谢你，不客气了，谢谢你。那这个照顾的这个还要录吗？没关系，因为这个是全台湾人的痛，哦，不是我一个人的痛。真的是照顾老人，对对，没有错。因为你想想看，1000-2000块，大家都要去找外佣，啊，外籍劳工。为什么要找外籍劳工？因为他们便宜听话。啊，所以你有听到，我去请中介的时候，我跟他说，我不要外佣，我要台籍。希望给台湾人一个机会，工作机会。但是6万块钱一个月真的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负担的，没有错。所以我现在的想法，我今天还去问，我不死心，我还是去问，我问一个大陆新娘，问他说，啊，请问你有没有朋友可以，啊，可以来帮忙，不是有外佣的。那外佣他们是以特殊的管道进来的吗？对。那台籍的就包括大陆新娘了，因为大陆新娘也是台湾人嘛，不是外佣。我就跟他说那是不可能的，他说台湾人不可能这么辛苦的工作，他们不可能用，他们不可能降低价。
所以，但是6万块钱一个月，对不对？那我不知道你们看护，你们是不是需要上缴一些钱？对，如果你们需要上缴一些钱，还有什么？然后，我上次问过前一个看护，他说他一个月也不是30天都做得到啊。那我问他说，好像也，我不知道你做几年了？做十几年。十几年了，那你平均一个月有多久？我都没有休。你都没有休？你十几年都是做30天了？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我是说来国大医院。不是不是，之前我们不要讲那个医院的名称。之前我在那个安宁院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到这好了，待会再说，我们要吃药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要吃药了？